啊，即係你哋信政府又好，信啲專家又好，佢哋幫唔幫到你咧，我唔知道。但係各位，如果你信細佬，細佬即刻整一單正盤俾你，包你話又平又靚又抵住。OK， 即係報紙賣曬廣告啦。可能你冇留意呢單正盤，首期只需要俾兩成。然后每个月只需要俾284蚊，工足四年，你就可以喺香港，唔系大陆，唔系加拿大，系香港嘅沙田，一个环境清幽、风水灵秀嘅地方，拥有你自己个人嘅物业。呢个物业唔大唔细，啱啱足够。安放閣下的骨灰靈位大家拍曬手掌，未有耐講到，梗係訂曬啦，係咪咧？喂，你未訂，快啲訂啦！因為張報紙寫住，凡55歲以上之用家，有特惠優待。俾個名。唔係啊，既然有得用家，換言之，即係仲有炒家啦，靈位都有人炒。咁啊，唔怪得知嗰啲患咗絕症嘅人生存意志咁強啊！喂，我幾大都唔死住，幾大等我價回翻啲先，嚟墊多嘢，墊多嘢。